你的士司機，我是的士司機，可唔可以開導航？係咯，可以，但有啲客人係會鬧嘅。嚇？坐的士唔識揸車嘅，咁我就會答佢：係啊，唔識噶。你介意咁麻煩你落車？哇！車度嚇呢度攞，邊度係屋啊？嚇！我以為你話個結局係叫見咗佢，因為啲錢唔係嗰啲錢。喂呀！太誇張啦！晚吹一車女人，星期一晚11:30，飛 TV。